这是目前国服 S1 的赞加，这把的话遇到博士啊，漂亮！哎，我很想知道博士大哥你溜不溜得动？哎，第一波照瞎博士的话，这里是30点的能量，一个哎，直接被打断了，这个冲刺被打断了，但是能量有，好，现在50点能量，冲动蓄力刀有了，这里的话应该是有一刀了，冲动蓄力刀没飞轮的。在永动状态情况下，子岸家这边不太好在平地溜，但是我们之前是见过他在那个小房啊，配合着自己的灯，哎，躲一波，然后飞轮 CD 好了，反手照。这边的话，如果说你冲动蓄力刀，那我就交飞轮，而且这一波的话，他对于距离的一个判断非常准确呀，哎，这一波真的帅啊，就是即便。倒了，我说实话，他这个子岸家的一个操作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子岸家牵制博士的一个上限了，特别是中间那一波没有交飞轮，我感觉那一刀真的没有个十年八载的一个经验，可能都交飞轮了。来看一下密码机的一个总量呢，说实话还行，这个局你还真别说，博士还真不一定有的赢。博士如果说针对子岸家，我觉得博士可以往保命方向打，但博士想要赢，他得抓到蛮多机会节奏才有赢的面。这里的话佣兵护臂跳不跳，这里是怕一，如果这边打一刀擦刀，那边子岸家可能就起来了，站着别动，我来帮你，好像是队友去把子岸家摸起来，佣兵一个护臂跳开，好，摸起来了，摸起来，这边直接交传送，传送完了以后来哭脚手，哦，看错了，是杂技，我以为哭脚手呢，我想说哭脚手会不会，哎，这边的话被照沉默，再被照瞎。好的，咱家现在进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强的交互点，双灯照，双灯，博士的话能量不够，现在博士最大的问题是他很难快速的攒出50点能量的永动状态，只能通过，不过也可以啊，回声蓄力啊，冲动加速带走，但是子岸家这边还能交一波自己，而这两波去抓子岸家花的时间都不少啊，这个时间你可能觉得不算长，子岸家溜的可能不够满，但是他绝对算是一个子岸家能牵制的，我觉得及格都不止，优秀了，到优秀了。佣兵这边的话有护臂，但是吃刀了，现在的话外面的机子差的真不多，子岸家这边交自己往死角拉，看能不能拖得动，因为手里面有飞轮，这一波的话有点尴尬，他所在的位置不好，一刀飞轮交掉，然后博士一个冲刺过来没打到，那这一波博士刀是亮的，永动状态还能拖的时间不会太久，倒地淘汰，博士没有传送，这边杂技60多的机子，哭脚手这边机子能修完，佣兵最好交自己，交完自己他是个满血，机子应该是好了啊，机子应该是好了，这边的话把佣兵摸起来，这波摸佣兵倒是没想到，但也可以，这样的话佣兵不是一个交自己，而且佣兵只倒了一次，机子的话这里博士选择控这个场，其实控不了太多，没啥可控的，这边是个杂技，消耗你都消耗不了太多东西，哭桥手也过来了，佣兵应该是去准备贴门了，这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啊，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，这个局是有可能出现33跑的，博士如果说想要赢，中间过程当中去抓点机会，反而可能会给到穷者机会，这把的话杂技哭桥手手里面东西都蛮多的，来回拉扯，打一刀，抢一点，一个火箭炮，好，密码机能直接点亮吗？那这里是吃一刀，密码机点不亮。刚才其实最好是两个人分摊伤害啊。那哭脚手，这个有点尬住了。这波感觉穷者这里蛮亏的，你直接亮机也不是。那佣兵那边要不重新起啊？或者这边把杂技摸起来，但杂技摸起来万一吃个震慑呢，吃个震慑不是更崩，要么火箭炮开一炮亮机，看一下佣兵这边是随时准备贴门，而且是贴的是大门，
就显示两个队友都走，因为他这边的话可以待会儿强行摸，摸起来火箭炮一炮，密码机点亮，我这个亮机亮的有点帅的，保了一个三人满血的亮机，而且这波火箭炮还真打中了。管门，看了一眼，管门，必须管门，这个佣兵必须得击倒处理掉，这佣兵手里有薄命的。佣兵护臂跳开，穷者这里的话，强打这个门感觉要亏，这边的话，一个冲动蓄力刀，火箭炮再晕你，冲刺帮忙扛，完犊子，三人三跑了，那边拦不住了，去地窖了啊！这个就是穷者在前期砸那个子岸家的一个个人牵制，其实已经做得很够了。然后再加上穷者这把的话呢，他们手里有的队太多，再加上这个开门战又打的，哎，等会儿，大哥，你这，哎，没看到地窖，等会儿，哎，兄弟，不对呀，那能走门吗？杂技的话，刚才是倒过一次的，那杂技是个二倒，不是，搞错了，这波肯定是搞错，他肯定往那边去，然后队友跟他说地窖肯定，地窖不在这里，地窖在大房。一刀，杂技，哎，飞轮，一个冲刺砍不到，应该是走不了，他再去中场，我觉得这波杂技总不能自己眼花了吧，爬到中场一看，哇，他没地窖，那地窖到底在哪里，哎，这个局不会这张地图没有地窖吧，出 bug 了，拜拜。